我是吴林奇，我现在是奥斯汀吴昕餐馆的点心师傅。以前我在家里做饺子给我的小朋友吃的时候呢，我的宝贝因为他们都很挑嘴，有一天我终于试着想想，嘿，我不如我来做一个小笼汤包给他们试试，所以我就在家里慢慢。 开始就熬我的汤，慢慢的很有很细心的就这么做着做着，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就吃了我做给他的这个汤包的饺子，他把整粒的饺子跟肉都吃进去了，那是我觉得我好开心好开心的一件事情，我很爱他们，他们让我有了勇气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点心师傅。That's the soup dumpling in the Wu Chow.